为着避免长辈购买来路不明的药品，造成用药不安全的风险，防卫庭公所是和相关单位合作，举办反毒用药安全宣导活动，用轻松活泼的活动方式，让长辈对用药会当有正确的观念。台顶的老师提着反毒宣导四句联，带着长辈做会念，这是防卫庭三地处社区为着让长辈会当了解正确用药的观念，防卫庭公所是联合相关单位来举办反毒用药安全宣导活动，并且在三地处是举办头一场。好，我们这个计划呢，其实主要是想要传达我们的反毒以及正确用药的观念给我们的民众跟我们的长辈，但有别于以往的计划，我们觉得现在在举行的这些活动啊，就是比较没有这么的严肃，把这些正确用药的议题呢，我们就是转换成很有趣的四句联，可以让长辈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反毒活动预计将会伫县内举办大约50场的宣导，后壁顶作为重点示范乡镇，目前十月份预计会伫顶内举办13场。因为其实中间遇到疫情的关系啊，我们其实目标是大概50场。对，但是当然就是量能可以越多当然是越好，所以就是目前就是先以50场先做优先。那虎尾呢，就是因为有刚好公部门的支持，所以虎尾就是当我们的示范区域这样子。今天是咱卫福部跟咱云林县政府后备定工所合办吼，针对时段吼来对这个十月份规划13场这个社区关怀据点，针对防疫防灾，搁这个私自用药的宣传的一个活动哈。伫偏乡所在，因为交通不便的关系，造成有部分的长辈就算是身体无爽快，嘛因为考虑到去病院是伤过远，去选择买来路不便的药品，嘛因此有用药安全的风险，所以期待会当透过巡回宣导和轻松活泼的方式，让长辈对用药有正确观念。记者陈佩莹采访报道。